见急嘛，某一天没事儿，我们要做的啊，还是亲家们去着。他也进不来，亲家亲家不，走吧走吧走吧。亲家，亲家哦，这我去电梯门了。插门去，我一米多。我不耽误了。你不得呀，我一路雨。我说我们俩没事，进你门了，把亲家喊去。我前前去吧。哎，我还是平哈。哎。这个，这些叶子那里男人能吃到好吃。老大也不好吃。哦。那冷不能吹那些。我看看那，刚才石头包包上长虎的。那是没有啊。我看看有没有了哈。看看有没有。看看有没有。看看有没有。看看哟，爬这去的哟。那是高处啊。嗯。那是这种啊。啊。啊，就是那个，那个很小的。嗯，这个还得长大的。这个很小啊。这多嘞，这多嘞。这个很小啊。哎呦，那么粗的。陈姐，陈姐哎。现在还有比第八更好的东西了。嗯，啥呀？我们那里叫狐蛏。哦哦哦。你叫野蛏啊？你们叫野蛏，我们叫狐蛏。是啊。姐姐，你慢点慢点说。这个就，他这个婆不怕的，这个野蛏就要赢了，丢人了呀。哎，这是野蛏来的，这是野蛏子。那这个野蛏好大个啊。哎。哎，这个就哦，好大一口，下去了就舒服了哈。哎，你看，兄弟，那个不是地方是啥呀？渣渣就可以慢慢扯噻。真的。那你就要要逃，懒得逃嘛。那要慢慢扯了再逃。啊。那东西我能慢慢个个的扯，但他两个扯都起不得。起不得。你家扯，我还是扯那个。你两个扯，我的眼睛。你也不要小跟我差不多哈。哎，差不多，你们两个那个东西都差不多的哈。我说话是公平合理的哈。嗯。亲家对不对？对，你说的坑呗。哎。亲家是靠你，是哪个是就是秦虫的？啥人去个黑火虫？黑火虫。那不免不了哈。正常噻。你今天可以吃一餐好菜。嗯。这个野餐好在哪？野餐东西多。可以拿来炒鸡蛋，哎，野蛏炒鸡蛋是香巴西的，那难得起，那是有名的。那个虚个吃的嘞，吃的，吃的虚不好吃，虚的香啊，直接说不好吃。那你这个知道了。对，要吃好的，哎，要吃好的。鱼多呢，去新会，去享受小鱼。亲家吃东西要吃的，那个最好的。有了，就那个肥鱼爱吃。对，那有好的时候哪个不吃好的嗦？对的。我先出来个路上干啥？吃干净，要吃弄去当吃个成。那是我弄的好吃嘛噻，干净嘛噻。你们弄的就是那黑火火虫都是搞起的。笑死你！
那边还领米吃菜。嗯。嗯。我过两天。那是老王，那你早点过来。那是老王，那你把徐娘都是啊。哈哈哈。啥子啊？就是南瓜呀，好东西嘛，是不是给推进来过了？那南瓜在搞包的。我不要了。这个没用。你把那个地瓜往下穿下吧，它有泥，它拱起来吧。这样子。然后这个。这